哎哎，早上好，哎 ，Mr. Raymond 大哥，你现在要感谢哪里了？吉隆坡了。我要感谢吉隆坡。哦，那好。抽了一点宝贵的时间来跟你们分享一下。嗯，好。光影。好。跟百内障。好。Okay, 我其实是在2008年9月被验到有青光眼，当时的医生是跟我讲，你还能够看4年的话。机会是相当渺茫的，照他看，大概5年内我应该就差不多要盲了。我的左眼其实已经只剩下28%的视力，右眼也只剩下30%的视力。因为当时的眼压很不稳定，所以医生是很担心的。我当时每2个星期就来一次吉隆坡 Optimax Dr. Chua， 看他来模拟着我的眼睛。我每次来到，我都会问他一句话，他说我眼睛有没有改善？可是他每次给我答复，永远都是一个很标准的，也很令我失望的。Raymond， 我要提醒你几次，你的眼睛再也没有所谓改善这个字眼，你只能够问我有没有好保持。就在这样失望跟绝望之中，我是偶然的遇到了这个眼角的淋巴的病。所以我现在在传达这个东西，我是以一个使命的方式去传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偶然的知道，也偶然的被它改变了我的下半辈子，不然的话我可能盲了。我开始吃乳清的时候，大概吃了多久我也讲不出来，吃了好几个月之后，一天15颗，早上5颗，中午5颗，晚上5颗。我渐渐的我发觉我能够重新的看报纸。对不起，忘记讲，刚才我已经严重到不能够看报纸，晚上不能够驾车。OK， 吃了乳清好几个月之后，看完整份报纸也不是一个问题，晚上驾车也不成问题。再加上，之前我每次看财经新闻的话，电视里面的字幕我都看不清楚的，只看到两个原色，青青色的、红红色的，再转来转去。吃了这几个月之后。我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电视荧幕上的这些股票的价格上下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善。我过后，因为刚才我有提到，我每2个星期都来吉隆坡检查，我就开始跟我的医生讲，哎 ，doctor， 我感觉上我看得比较好。医生还跟我讲，我们还是那一句话，哇，我真的看得很清楚的，我发觉我的视力改善了很大。我吃了很多的 antioxidant， 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跟他讲是什么。Okay. 然后他就讲 ，OK， 人们，我们也不要争论这个问题，我们用电脑来决定你是不是有改善。我又在勾出这个电脑的程序，有青光眼的人，我相信也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，电脑测方式。那个报告出来之后 ，doctor 就跟我讲，哎，人们，你的眼睛真的很大的改善。你不用每2个星期来了，你大概3个月后你倒回来检查多一次。3个月后我再倒回去检查的时候，又有很大的改善，我的眼压也一直保持在12到14之间，也就是说没有盲眼的危机。这个事情我去见他的最后一趟的时候是好几年了。看了他之后，因为我的一般话大概在给一个在外面等候的病人的听到，我在回 hotel 的时候还没有到酒店，我就接了一个电话，他就问我，像Mr. Zhong， 对不起啊，我是跟给你拿的你的电话，我想知道大概你吃的是什么东西。 OK， 这个问题代表了什么呢？这个问题代表了他肯定有问医生，刚才那个病人的眼睛是不是真的那么大的改善，所以这个是确定的，不然他不会打来问我。OK， 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去看眼科医生到今天。那个眼科医生也有跟我讲的，人们如果有一天你眼睛真的有觉得不舒服，视力有减退的情形之下，你应该随时的就来见我一下。我也可以跟各位讲的就是说，我除了青光眼，其实我还有严重的白内障，跟严重的散光。现在下就算是下雨天，对面有车闪过的话，我还是看得相当好的。当然有一样东西我要重申，青光眼是没有的医治的，不过乳清却能够帮我们保持跟改善。
保持的意思是说至少不会恶化，再吃下去再改善的话，像我视力本来只剩28天，我没有真真实实是验过，不过我觉得我的视力应该最少也有58天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能够跟大家分享。更神奇的是说，这个鲁天我们有一句话，买一送三，买一送五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在吃鲁天来调整我眼睛的同时，就是这个，我吃它来调整我眼睛的同时，它也把我的心血管阻塞调好。我原本在2009年已经不拼了，要做和轮的，我有3条血管有被胆固醇吃进去的现象。问题是说，在我等待一些生意上的手续资产的转移名字的时候，拖了8个月。我也吃了鲁汀跟乙猪喵8个月。这8个月的时间，吃了这两个产品，第一眼睛很好，精神很好，你想累都挺难的。然后再加上啊，我的心口再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。我原本想去做过一个 angiogram 来证明，问题是每个人跟我讲，哎，那个辐射是5年的辐射，老师说我没有去做多一次的 angiogram， 可能这个做法不正确也不对。不过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，我再也没有感到心口不舒服。我的那个吃血清的药，大家有心血管阻塞的人都会懂的。Bravis 跟 Vitolin 永远在我的旅行背包里面，不过我从来没有试用，已经最少半年我没有试用那个药。除此之外，我以前血糖高，没吃药的也好。我的膝盖痛了10多年，驾车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。如果从梅里坐飞机到吉隆坡，我这个脚已经差不多不能够跑路了。要一直这样伸展运动，运动之后感动好痛。吃了这个48跟乳猪苗之后，再也没有这个问题。我以往驾车2个小时从梅里到平都鲁或者到安达斯里卡外文来，我的头就开始痛，脚也痛了，需要回去酒店休息。不过现在吃了这个产品有大概1年半以上，我能够驾车13个钟头。我甚至于有尝试过一次，不知道是发了神经还是什么，跟安德亮两个人，我的安德亮是73岁，我们可以在一个星期三的早上11点驾车去狮湖，到达狮湖晚上7点讲鲁汀讲到2点凌晨，然后为了一些小小的原因，2点半两个人从狮湖驾车回梅里，10点半早上回到梅里，每个人讲，哎，你们不是去狮湖？去狮湖不可以回来。大概是我的答案。我们也没有随时回家睡觉的，10点半到了米里还去看股票，看到12点半才回家去睡觉。所以我就可以跟你们讲，这个产品除了对我们身体上的确你所需要的病痛的改善，它真正的是令你年轻的。问一下你们自己，30岁的40岁的，你能够吗？驾车驾了7、8个钟，连续做鲁汀做了5、6个钟到凌晨2点，再开始驾车6、7个钟，还是晚上。Okay， 别忘记我是青光眼的嘞，说的有点夸张，不过都是事实。你们如果有青光眼，对这个有一些疑问的，我建议你们去吉隆坡拜访 Dr. Chua Optimax。 为什么呢？我跟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，不过他是一个很专业的医生。第一，我曾经在我青光眼稳下来，我有叫他跟我雷射我的白内障，他就跟我讲，你青光眼稳了下来，不要再去动你的眼睛。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好的医生，不随便叫人家做手术。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一点，这一点好像有点跟他打白稿。最重要的是我的 medical report 就在 Optimax KL， 你们可以去那边，我也可以安排他把我的 medical report 给你们去看。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证明。OK， 我觉得这个分享应该能够帮到很多有眼睛疾病的人。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参与这个试阅，你会得到很多的喜乐。我很常跟人家讲，我现在是 rich in life， rich in life， life 在英文里面是有2个意思的，
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生活。我现在58岁，不过我可以跟你讲，我感觉上我的健康真的是40多岁了。我的人生是很充实的，每天在传达救命的信息，每天在帮人，而且自己也得了一个重生。我能够得到这一切，我相信你们也做得到。还有一样，差点忘了讲，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做风投。我去年3月跟你们分享，我去年3月赚1600，5月赚2800，现在是2万多块哦。我做得到，你也做得到，大家一起努力。OK， 谢谢。